里边请。哎，来客人了。里边请，里边请。原来是笑笑先生，什么风把您吹来了？听说你这上新的新鲜的竹笋，我特地来尝尝。你有什么要求？一定要极致地体现出竹笋的鲜。没问题，我给您做一道山楂清宫记载的棒梨鲜，不过我需要一些新鲜的竹叶。这可不难，我有幅画，竹叶特多，你可以随便挑。好嘞。我得去找泉水洗洗竹叶。这儿的泉水不错，我拿竹管把泉水给引出来。啊，我忘了收笋了。这也太小了，看来又是我展现魔法的时候了。大老先生，您的棒梨鲜来喽，味道如何？真鲜，我第一次在竹笋中尝到了甘泉的味道。就是什么？我想尝一下现代新奇的味道。哦，这个不难，我刚搞到了一个秘制酱料的方子，搭配这道笋超好吃。您稍等一下。这回怎么样？好吃，好吃，待会再聊。表哥，有好吃的也不叫我，呵呵。这么爱吃笋，肚子里怕是长了千亩竹林了吧，呵呵。表弟，你表笋呀？十一博士，听说你给官家做了一道宋代海陆大餐，官家赞不绝口，能不能也做给我尝尝？这期如果点赞破20000的话，我就做给你吃。观众们，你们懂了吗？还不快去点赞！